按照我们中国的习俗的话，我们应该早都应该见面，等到了五年也过去。就是只是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怎么强的，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惊讶。我爸爸来的第二天已经在开始下厨房了。昨天我们吃的我上次做的那个牛排骨吧，我爸说手艺不行，从今天开始我爸爸就要开始掌勺了。还是我们宜昌的风俗，要炖一下火锅。看他已经买白色的鲜，他准备搞嘞，没有还来得及搞。一闻就是我们家乡的味道，好吃。他们可以做，我是你夸出来的，谢谢。干杯。味道怎么样？好吃吗？ Delicious。 好吃。有点烫是不是？是好吃啊。我说爷爷真棒。爷爷真棒。爷爷爷爷过来 cooking？ 爷爷。爷爷也是，这爷爷好吃。爷爷好吃。好吃，好多吃嘞！做的的确是比我好。You are the best chef in the whole world。什么？他说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厨师。说中文。说中文。你说你最棒了，你是最棒的厨师。你是最棒的厨师。It's nice that I can't believe that they're so weird, like sitting here. No, weird is the wrong word. It's nice.Yeah, because it tastes like eating in China. Is it China, brother? 爸爸，跟中国其实是有味道。He said before, reminds me of the snack street. Said it was a home place, restaurant, one of the night time. 爸爸，他还记得了我们在银行喝了一个小吃街。Yeah. 你说小吃街？小吃。你要说中文的变异的话，要把你会说的词语都说出来。It tastes like the snack street.真的吗？吃的太饱，吃撑了都。我现在准备收拾一下，要开始直播了。今天还比较忙呢，我待会儿直播完了之后，公公婆婆可能要到我们家来，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有五年多了吧，就是我爸爸还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公公婆婆，算是亲家第一次见面吧。所以说这次我爸爸到这边来，公公婆婆也是跟我一样，一直期待着、期盼着。这两年因为签证的事情呢，他们一直也是跟着我揪着心。所以现在我爸爸终于到了，公公婆婆待会儿过来就可以跟他见见面，聊一聊吧。按照我们中国的习俗的话，我们应该早都应该见面。For Chinese culture, we should meet them earlier. Yeah, 是吧？哎，迟到了。Five years. 迟到了五年。Yes.过去了，因为两边，一个是签证的问题，再一个是疫情的问题。Because the visa and the virus, so we miss out on each other. 你们身体可好？身体健康。Yeah, feel feeling good, healthy or not? 你身体健康，我看你这样子好。Thank you, mom. Thank you. 婆婆还专门过来带了她做的这个。鸡肉 ，Thank you so much, mom. Thank you. Yes, you love. Yeah, I would like to know their life is more like. Yeah, definitely. I'll get some tea for you. Yeah. Yeah. Try to from China to the UK. Yeah, handle. Yeah. Yeah. 我们的之间的语言不通。He said, "My father means." 其实。还是蛮多话好想向你交流的。现在 have a lot of words want to say to you, but the languages are different. But it's okay, I can translate. 只能用表情。主要是 China very nice. China. China, 他说中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好，他很喜欢中国。还可以吧。How many play in China?
very good, like developed. 还有中国发展的非常好。听你小心了，你看你这个大气球，把电视弄下来了。Only thirty, forty years. 就是只是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怎么抢的？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惊讶。没办法，只能打哑谜了，用手势发挥想象。对，男生六十五岁退休，但是还可以找工作，第二次找工作，但是我们就不可能找了。我们那边六十五岁就不能找工作了吗？我们主要是保安是最大的年龄六十五岁的。哦。就但是我们必须是六十岁的，六十岁退，保安都不要的。Oh, in China, retire is a rule. For example, in here, 65, men can retire, yeah, but you can find a second job, like a driver or something. But in China, no. No, you, can, you lost the chance to work. Maybe you can do something like that. In China, how old is retirement? For my father, it's 60. 60, yeah. For my mom, it's 55. Used to be 60 before here, but...Now, last 15-20 years, they bring it up. 之前也是六十岁，现在慢慢的也是现在改成六十五啊，因为里边的寿命慢慢的延长了之后，他就要改。我老公下班了，婆婆一直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他说大哥在土耳其度假，所以可能这次应该有机会见到吧。星期天的时候才会回来，然后明天呢，我们一起到二哥家去庆祝两个儿的生日 party， 然后就邀请你，我们到大家都一起去。My father will join the party tomorrow. Yeah. 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 Timmy 还是可以发挥一下的中文。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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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跟我老公说的是三点半，结果三点婆婆他们就来了，幸好我老公休息时间可以引导打个招呼，我只能急急忙忙下播了。下个星期周五我们再加播啊。爷爷，哎，你给我买冰淇淋。好吧，你有车吗？我吃啊。我们准备出去了，今天天气好。公公婆婆已经走了，我们去公园逛一圈再出发吧。Okay. All right, I'll change the song. Give me...那边就是市中心，可能在看得到，看看有高楼的，就是算是市中心的。那就是我们在跟那么多人。我们可以从我们后面坐火车蛮近就过去的。还坐火车个？它有火车，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地铁。你去的？哎，就像地铁一样的，七八分钟就到了，从那边走。